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是2020年8月25号，星期二，农历是7月初7。那么，2020年的8月31号就是下星期一呢，就是我们的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日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啊，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喂，你好，你好。林师傅请安啊，师傅您稍等，我在上班，我去请假。啊，林师傅你好，麻烦您看一个2004年属猴的男孩，他是那个同修的孙子，他是2019年，元旦的时候查出来有那个血液病，麻烦您帮他看一下吧。几几年？2004年属猴的，他是2004年和2005年春节时候生的，应该是属猴的。哦，这孩子有点来历的，嗯。哦。他到人间来帮助一个人的，帮助完之后，本来要离开的呀，你去问他就知道了。他本来有个劫，要走的呀，就是有一次很危险。师傅，您知道吗？他们全家人都很善良，他们刚刚接触咱们的法门，他的孩子是，就是说他们全家的信徒都是很善良的人。他爸爸在马路上碰到那种要饭的，把钱收上手机全部都给人家。他们家也是农村的，本身家境也就是也开始不好，现在他们家也过得很好了，也就在庄上都挺好的现在。就是他跟你去问他一下我就知道了，他的孩子本来有一次差点很危险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听懂了师傅。他奶奶现在是全力以赴的给他念小房子呢，他刚接触咱们法门没有多长时间。我看看，也是蛮多的。好，他本来是他大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呀师傅？他本来留不下来的，这次啊他现在留不下来。他现在走路是有点颠簸，走路腿颠，原来是睡觉呀那个什么都不好，现在就是说北京301医院确诊为是甲级丙二酸，那个甲级丙二酸血病。是要听我讲还是听你讲啊？对不起师傅，讲到现在没停过，我插嘴都插不上来。对不起师傅，你拿人间的东西跟师傅讲，师傅在帮你看图腾，你用不着讲的我都看得到，我在跟你讲天上的事情。呱呱呱，二级残废，甲三级残废，这个对我师傅来讲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主要是问题能够救他呀。对不起师傅，少讲话了。你现在渡人你自己要记住了，不能带有一点点丝毫的私人感情，就这么简单。哪怕喜欢你都不可以，或者人家对你特别好了，你产生一点点的欲望都不好，听不懂啊？你能做到对每个人都这么好不啦？我做不到师傅，目前是做不到。好了，目前做不到，你以为你以后做得到啊？就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，你帮人我告诉你也挑的，讲什么有什么好讲的？我改毛病了。你帮人家这么卖力，你自己想想看对不对啊？你有本事像师傅一样80岁老翁70岁老太太，任何一个孩子你都要平等心就成功了。听师傅讲啊，无数次的插嘴都话都不停的，我已经跟你说天上下来他来干嘛的。对不起请师傅原谅。你自己要懂事情，你是跟师傅，我这平时很少讲你，有的时候我也不愿意讲你们，把师傅真的有时候师傅跟你们讲的都是很多都是天上的天机的东西，你都不让我讲怎么救他。我就跟你讲了，这孩子本来要带走的，这次你现在只有给他许大愿，
你刚刚把我给刚刚给你看好要多少张小房子，现在都被你一讲都讲得掉了，重新再看。说你这种孩子真的叫我说什么话？对不起师父，请原谅。对，你敢讲你一点点私心都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任何一个女孩子年纪轻轻的，只要拼命的做某一件事情，一定带着她自己的私心和欲望，只是这种欲望是重还是轻的问题。我讲话会错的？不会错，师父讲的没有错。人家对你好了，哎呦回报，哎呦这样都是一样。多少人呢、啊、人家对他好，哎呦对他好，是他的领导了，然后把师父等于，哎呀师父你一定要救他，你一定要把他看啊，我就拼命的看看看。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改毛病的，已经跟你讲了，也刚刚跟你讲了，你要把他这条命要连下来，至少220张小房子。嗯，我转告他师父。你帮他去找佛友接缘接缘嘛，好了。嗯。叫大家帮帮忙念念，以后等他们家里人好了，你知道任何一个人今世的业障，跟他的前世全有关系的。嗯。听不懂啊？听懂了，师父。前世没有业，今世会来受苦的。嗯，不会的，都是因果。好了。像你师傅，您能帮我？是啊，师傅，您能帮我看一下吗？帮我看一下我的我身上的灵性。我是1976年的龙。我一生呢，一生就是你的一生就是摇晃不定，患得患失之人。有的时候嘛，觉得站起来蚂蚁一个都不见，蹲下去蚂蚁一大片。嗯。一会儿嘛，又整个世界好像都是为你造的一样。一会儿不开心的，哎呀，这个世界的末日到了，是这种孩子。自己好好的学佛，稳扎稳打。你再把这个录音重新开始听一听，你就知道了，你毛病在哪里？为什么师父要讲？知道了，师父。很多人不听录音，不知道自己讲话，听不懂啊。嗯。好了，这家人家嘛，多放放声，多念念经。跟你说，这个孩子就是来帮他父母的，他父母亲现在经济各方面都比以前好了，好转了，孩子任务完成了，就走了，把人家吃苦了，听不懂啊？我就跟你把根基都讲出来，他现在要把孩子留住，那么重新要跟菩萨许愿，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，而且以后不能用他。作为家里的一个生存啊、能够发财致富啊，或者各方面顺利的，只是说希望他能够留下来，能够好好的弘法。听不懂啊？听懂了师父。好了。嗯，师父，你自己好好念念准提神咒，每一件事情顺利的。听得懂吗？这小男孩几岁了？小男孩16岁了。16岁。你几岁啊？我是43岁，他是同修的孩子。我知道，43岁，声音倒蛮年轻。看，要记住，读异性首先要避开很多的啊邪，就是避邪，听得懂吗？嗯。嗯，师傅，你刚才没听见，因为声音有点小。避嫌听得懂吗？避嫌，懂了。异性的话要避嫌，明白了吗？现在很少做异性，师兄，师傅。嗯，找理由呀。找理由呀。哦，对不起，师傅。已经到了骨头里了。不能有着戒指无着加冕的，哪一句话非要找个理由啊？对不起，师傅。我错了，所以我跟你说了，毛病到骨头里了，好好的改了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好了，师傅，能看一个50年的兔好不好？看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师傅看图腾，他13年做了手术。少来人间这一套，你这种讲话的声音、带表情这种我不吃的。哦。你要记住，师傅不是人间的人，我告诉你。
你们不是发发嗲呀，求求饶啊，师父就特别喜欢我，不是这种人。你冲着来像男人一样，我照样帮你看，听得懂吗？我改，师父，我改。改吧，发什么嗲？听得懂吗？对不起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51年属兔子的，您的弟子。2013年做了手术。看什么？看他乳腺，他是乳腺癌的患者。重新又切除了一个，又乳腺切除了，请看看他现在身体怎么样。他左乳房也不好，左乳房不好，把他的孩子超，他是跟他过去犯邪淫有关系，还有吃了很多活海鲜，还有他的嘴巴过去不好，修行之后才改好的。是的，过去嫁人家再不太多不好了，听不懂啊？是的。像刀子一样，好了，刀子我告诉你，割不了人家的，只能割自己，听不懂啊？那师傅，您能给他看一下，他需要多少小房子，放生多少条鱼吗？400张。要加点粉，400张鱼呢？2300条，慢慢。感受他家里佛台菩萨来过没有？不能再问了。谢谢。好了，谢谢师傅。佛台菩萨来不来？心诚则灵，菩萨自然会来。师傅，好了，再见了，乖一点了。我好好改毛病，师傅，我好好改。不是这么好好改毛病了。听懂吗？不要用，听懂了，师傅。不要用人间太多的思维跟师傅讲话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喜欢。不喜欢实实在在的孩子，一个孩子1912，实实在在，话多没用。好了，好，师傅。谢谢您，师傅。再见。喂。喂，台长你好。台长你好。好久不见。你好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请师傅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我自己？我是1998年属老虎的，请师傅特别看一下我的肠胃还有图腾颜色。98年属老虎。啊，哎呦，你的肠胃不好哎。对啊。在那个肠胃，一吃冷的东西马上胃痛，胃不舒服。嗯。对，还影响到你妇科。妇科也不好。对对对。啊，你的腰也不好，小丫头，腰也不好。我呢，就是颈椎还有颈椎也不好。那我就是特别会怕冷，然后我的手指都会发紫，是不是我的血？就是血上不去啊，小丫头啊，你现在的血打不上去啊，到心脏这里啊。对啊，对啊，那是因为，怎么办呢？什么原因啊？就是虚啊，人虚啊，比方说晚上睡得太晚啦，还有啊，吃东西不准时啦，啊。哦，这。哦，还有经常的忧郁啦，不开心啦，又不愿意讲出来啦，你的心脏就会慢慢的肥大啊，然后慢慢的就会心态就会慢慢的变得不愿意跟别人讲话，觉得人家都不了解你，那么心里慢慢的忧郁，时间长了血上不来，脚趾发冷，手发凉，有不啦？对呀、啊，就是会发紫发凉。对，就跟你说呀，血上不来，一个嘛泡脚，还有一嘛，经常吃点丹参片活活血。丹参片。你看，丹参片要吃的。好。小丫头，我告诉你，师傅看你的心脏这里血真的很少。就是心脏也不好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你看看你们家里人，我现在看图腾都能看出你们家族里面有一个亲人心脏不好的。要特别注意心脏这方面。要注意，要特别当心，而且还有要经常洗澡活血。我会洗热水澡的。但是不能过分啊，太热也不好。还有啊，心情不能不好，心情不好的人，经常心情不好的人会变得冷血动物，
冷血嘛，就是血是冷的呀。嗯，人家说热血才沸腾的。所以很多人谈恋爱失败之后就变成冷血了呀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师傅。请问我身上有没有灵性呢？几几年的老虎啊？1998年。没有，闪灵。主要闪灵，闪灵啊，小丫头，我刚刚看到，你好像过去有谈过恋爱，有一个不好的，因为伤过你心的。有一个男孩子跟你谈过恋爱，是金医生吗？什么叫金年生啊？金生啊，不是前世的，今生的。今生。哦，今生没有哎。我现在看见这个小男孩呀，伤过你心呀，就是说在你80天中的意识当中呀，看你的意识的呀，看得到的呀。哇。这个小男孩的形象就出来了呀。所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？你说什么？对不起。是什么样的？就是样子。样子啊，样子像个小男生，个子不是太高，前面有点前刘海的。啊。知道了吗？就好了。知道了吗？就好了。啊、我没有谈过恋爱，可是可能在我的脑子里吧，有过这么一个人是不是？我不管你谈过没谈过，现在我看到的这个男生在你的80意识当中了，所以你要特别当心啊，明白了吗？知道了。那请问师傅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还有放生呢？多少张小房子？小房子要念28张。好的。给我自己的要听着。给你自己要听着。放生呢，你随缘吧，你放个500条鱼。你平时要不停的念心经。你这个孩子啊，人挺好的，就是智慧还不开，太老实了，很容易上人家当。听不懂啊？我想要大智慧，我现在只有小智慧啊。请师傅给我大智慧，我想像师傅一样。我觉得你真的是小智慧了。对呀、你要大智慧的话，你多看看师傅的白话佛法呀，傻姑娘。好，我会念心经跟看师傅的白话佛法的。对呀、一定要看。乖一点。师傅，我可以再问一个亡人吗？叫做讲吧。林穗兰，林是双木林。穗是禾字旁一个车薪会，然后兰是兰花的兰，是女的，在2017年去世。林慧兰是什么兰？兰花的兰。林慧兰，帮她念了很多小房子了吧？是我的奶奶，已经在天上了。哇，在哪？玉界天，哇。个子不高，我看到略胖。胖胖的。脸稍微有点偏圆。能有对对对，就是胖胖的脸。有没有什么特别放不下的事情吗？她是我的奶奶。我看一下。现在蛮好啊，在天上飞来飞去，很开心的。哇哦。我刚答应没有什么放不下。他人间的东西他都放下了，挺好。他唯一那还需要，他有一个，他领过一个孩子，他小时候替他爸爸替他自己的孩子领过一个孙女还是孙子的，就这个他还有一点点放不下，他希望他学佛，他希望他学佛，好好好，那就还需要帮他再念小房子吗？可以念54章。54章。好的，好的，礼佛需要吗？现在挺好，现在挺好的，我看他，我看他很开心。那就好，师傅哥，他的手不长，手不长，手不长，皮肤还蛮白的，皮肤蛮白的，鼻子肉嘟嘟的，
是是是，棒棒的，对对。好了，师傅可以，您再看一个老妈妈吗？她是1933年属鸡女的，看看她的身体，不能看太多了啊，知道知道。老妈妈了，你看最后一个老妈妈，好吧，老。她是1933年属鸡的女的，看看她的身体。腰不好，肠胃不好，然后呢，啊，这个记性很差，然后呢，颈椎也不好。他之前有妇科的癌症。对，我告诉你，妇科的癌症，我看看，现在还可以啊，开掉了呀，右面的，那请问师傅可以特别看一下他的眼睛吗？好像有白内障。看一下啊，右眼白内障。那要这个要不要动手术呢？看一下，他现在几岁啊？1933年。80多啊？70多？87。他如果感觉到明显看不出来，动个小手术也可以的。如果他心脏还可以，动个小手术；如果心脏不行，最好不要。我现在看他心脏还可以，他其实还算健康的呀。对，就是养生养得还不错的。那就是看听听医生的说法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他动手术和不动手术都没关系，反正他阳寿还有，那可以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跟上升呢？63张。63张小房子。他就是小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吃了太多的那种田螺啊，就是你知道那种螺丝，田螺啊，螺丝啊，就是那种。吃太多了，所以要多念往生咒。在眼睛上，好啦，小丫头，不能再讲了啊。师傅，我之前不小心违愿了，请问菩萨原谅了我吗？要不要重新许愿呢？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是1998年属老虎的。现在护法神告诉我，你违愿过2次。是的，是的，准不准啊？都是同一个事情啊。对呀、啊，都记下来了，全记下来了，你好好改吧，好吧。那我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？108遍。OK， 好的，好了，知道了。好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我们自己也将自己背负担负荷。再见，拜拜。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对不起，师傅，我刚才没听到，请师傅，请师傅帮一个师兄看一下。他是新修的，他是1961年女的，请师傅帮看一下他的肠胃，感恩师傅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61年属什么的？61年，对不起。处啊？他这没写。61年属什么的？对不起师傅。哎呦，哎。怎么挂掉了？好了，能再换掉了。喂，喂 ，Hello， 台长你好，小董。你看你这个人厉害吧？你把人家可以弄了关掉，你可以打进来，每次都这样。哦，我这喊台长啊，不喊不打不通啊，台长。台长，1981年属鸡的你，先看有没有灵性。他晚上不能睡。1981年属鸡的。啊，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？他晚上。男的，女的。女的。81年属鸡的。我把我看大一点。哎呦，身上都是黑气哦。啊？
怎么睡得着啊？身上都是黑气啊。哦。全在胃上。肠胃一塌糊涂。哦。他还有吗？他有没有灵性吗？什么？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？当然有灵性啊。哦、一个男的。男的，他要多少小房子？65张。65张，嗯。放生鱼呢？鱼放生400条。他最近跟家里的感情爆发，要叫他处理自己亲人啊、哦、朋友啊之间的关系，要处理好。好，第二点，第二个补救呢，这个认知解决咒。你想什么呀？你讲话慢一点好不啦？哦，没有，他要怎样解决这个人际关系吗？你说什么？没有，他要怎样解决这个人际关系？念解结咒吗？台长，念解结咒呀，跟家里谁关系不好就跟谁念呀。哦，哦，他今天有没有放太岁？他属什么的啦？啊，1981年属鸡，你多多少少有一点。哦，你就他。你叫他自己嘴巴不要乱讲话。啊，明白。听不懂啊，我讲话你听不懂啊。听懂，听懂。好了。好、啊。1971年狗女的，她耳朵，她有耳鸣，她耳朵一和其余都不会好。1970年。1970年属狗的女。70年。她耳朵有耳鸣，很久了，她讲认了很多小房子都不会好。70年属狗的，男的女的、啊？女的。70年属狗，哎呦，他，我告诉你啊，他打胎打坏了。他打胎打坏了？他打胎打坏了，过去打胎啊，把肾脏打坏掉了。哦，这个明明就是肾脏引起的，而且他的腰椎间盘突出，哦、腰酸背痛。哦，听不懂啊？哦，懂。好了，嗯。他这样讲要念多少小房子，放生多少？念几张小房子？他小房子要念49张。49张，放生。然后停下来之后还要念28张。哦，他要吃什么中药吗？要啊，有一个中药叫这个叫。耳鸣左慈环。哦，明白。耳鸣左慈环是中药、哦、专门吃耳鸣的，好吧。哦，好，我叫他听录音。台长，这1959年属猪，他有小中风。不能再问了，最后一个了。啊、可以。1959年属猪男的，他有小中风，医生说他有80%恶性肿瘤。几年属牛的？1959年属猪。哎，怎么变牛了啦？猪一会儿变牛了。肿瘤，它有恶性肿瘤，88岁是恶性肿瘤，医生讲。怎么变牛了？肿瘤。啊。哦，这个人不行哎。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，听得懂吗？啊，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，哦，听得懂吗？啊，明白。这样才要放生多少小房子？放生要700条鱼，700条鱼，小房子要69张，69张啊、哦。这个是女的是吧？男的，这个是男的，他有他讲他有一点小女的短头发了在他身上，啊、哦，应该是灵性。你短头发的眉毛蛮浓的，叫他去找啊。啊、哦。叫他跟他化解冤结啊、哦、在他身上这个鬼啊要、哦好哦、也是要小房子。好，对对、哦、
哦，明白。台长，你可以选一个名吗？他这个名要不要改呢？他一个名就好了。2003年的杨楠，原名是李汉生，改名了李杰凯。这个李杰凯好不好呢？我不会跟你讲这些的。好了好了，跟你讲好的人讲话要算数。最后一个了，不看了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好。好，这个消息太棒，感谢台长。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你好，师傅你好。啊，你好，师傅您稍等一会儿。弟子给师傅请安，请师傅看一个1983年的猪。1983年的猪啊？对对对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83年的猪，看什么讲吧？看一下他那个。莲花它有没有种上去，在莲花编号是，稍等一会儿师傅，28985。没有啊。没种上去是吧？啊。哦，因为他好像跟他妈妈的冤结比较深，然后。对啊。他整天在嘴巴里。嘴巴里整天不开心啊，骂人呢、啊、他不开心。对的，然后还。他跟他妈妈两个人冤结深的时候，他讲过去骂了很多难听的话呀。对，他自己也觉得那个，然后小时候他因为家庭比较特殊，然后他妈妈对他管得比较严，然后他一直想自杀的。所以你要叫他想开呀、啊、跟妈妈的缘分也终有一天会结束的、嗯、等他结束嘛又舍不得。还不如自己早点想开呢，对不对呀、啊？然后他想问一下，那个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？因为他一直做噩梦。几年属什么的？1983年属猪的。有啊。需要多少张组合？他有业障的。他业障比例是多少？他也比较关心这个问题。嗯，业障比例很高啊，36啊。哦、而且告诉你，他的妇科很不好。他已经许愿一世修成跟清修了。清修了，过去算不啦？算，许愿之前好了。对，他脑子里面他也说，老是有时候脑子里面守不住。干不干净呀？对，少去接触，少去看，对不对呀、嗯？女人看见男人要像看见，我去把门什么一样要躲开。男人看见女人尽量能躲开就躲开，听不懂啊？嗯，知道了。然后那先哥哥们，你这个这辈子哪能清修还一世修成的，开玩笑。他需要多少张组合，然后多换成多少？多少张组合？还蛮多的，要160张。放生的师傅，放生要、嗯、放生要慢慢放的。嗯，叫他在1年8个月当中要放2000条鱼。好的，他已经许愿放生10万条了，然后哦，怪不得。他需要念礼佛念多少？礼佛是吧？对，礼佛。礼佛大忏悔文，叫他念啊，每天念，每天至少7遍。啊，念到心无芥蒂就可以了嘛？对啊。不要嗔恨，一切都是缘分、嗯、恨他妈也没用，他上辈子欠他妈，他怎么不讲的啦？那他跟他妈要你要我讲一点、他上辈子怎么欺负他妈的不啦？师傅可以慈悲开示一下吗？然后这样的话我相信他会比较容易化解冤结。他是个男的、嗯、他妈家在他家里做佣人。嗯，你就知道了、佣人跟一个男的什么关系就知道了。嗯，明白了吧？这辈子他妈所以就特别恨他。哦，听懂了不啦？听懂了，听懂了。好了。然后他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比较胆小，然后还怕什么虫子啊、蚊子什么东西的、蚂蚁啊什么东西的，这个是什么原因啊？我告诉你，任何一个人的胆子小、胆子大，实际上跟他前世都有关系，告诉你，一定造过大孽。哦，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我告诉你要特别当心，
他要注意哪方面呢？他要注意哪方面？感情方面呀、哦，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嗯，要学会的。好了好了，没时间了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可不可以随两个问题，师父能不能慈悲看一下？1961年，女的，属牛，地址编号9763，她那个肝脏有多发性的囊肿，念了1000张组合，放生也放了1000多条鱼，然后现在又许了10000条鱼，然后她现在就是比较反复，想请师父慈悲看一下是什么问题。哎呦，肝硬化。哦，那还需要多少张组合放生多少？还有一个囊肿。对对对，它比较反复。还有很多小的，有大概2-3个小点。那需要多少张组合再继续放生多少？400张，慢慢念吧。还有一个，他就是鼻子一直会。好了，不能看了，不能看了。哦，好的好的。感恩师傅，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感恩师傅、嗯，师傅保重法体。感恩师傅。嗯。师傅再见。喂，师傅，对不起，听得见吗？喂。喂，师傅好，弟子师傅请啊。本来结束了呀，你是跳进来的，快点快点，没时间了呀。对不起，师傅，7年属猪的，他有忧郁症和恐惧症，复发了，请师傅看一下是什么原因。男的女的？7年属猪的。女的。他这个忧郁症来自于外面的，外环境。是他父亲吗？他干。对呀、啊。他父亲。需要多少？他欠他父亲多呢。哦。他欠他父亲，他父亲也欠他。哦，好的。需要多少？前世两个人是情人。现在正好是打闹的时候了。哦，所以最近他跟父亲有很多冤结。冤结太多了，我告诉你。对。他爸爸，我告诉你，也不算太好的人，听不懂啊。嗯，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好了。他需要多少小房子去化解呢，师傅？化解念姐姐咒啊，跟他爸爸念10000遍姐姐咒。对，他许愿了。他爸爸，他爸爸对，他爸爸不但对他不是太好，对他妈也不太好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不是说的很多？爸爸在外面还有女人呢，不能讲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请问他需要化解冤结小房子吗？还是化解冤结小房子？小房子念64章。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好了。给他要经者吗？还是化解冤结就行？什么？给他爸爸要经者吗？还是就化解冤结就行？给他爸爸干嘛？给他爸爸的要经者的，还是给他爸爸化解冤结的小房子？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吧。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好了，感恩师傅，他们自己要自己背，不要师傅背。嗯，感恩师傅，师傅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感恩师傅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